每晚七点半夜灯初亮，我们才将忙碌收藏。大街和小巷饭菜的香，才是真的比心收藏每段爱的篇别嗷了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说回去要练的，这肯定是没有练嘛，对吧？还有你，老张，你这二胡不能跟我这手风琴抢啊，这样不乱套了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着这么大急干什么呀？哎呦，谢老师。老赖，你别有点什么事儿就着急上火的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赵老师，他退休之前在乐团做编曲，是吧？听我说，咱们这儿有个老年乐团，就想来看看。啊，就是赵老师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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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们这儿啊，现在就缺您这样的专业人才。哎呀，别说什么专业不专业，退休了，出来溜溜就是找个乐。太好了，走啊！好好好好好。增长，我是一位姑娘，怎么对她讲？没有勇气诉说，我尽在彷徨，让我的心上人自己闯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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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老师啊，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乐团呢。我不行不行不行。哎呦，你还谦虚，怎么能说是不行呢？应该是太行了吧。对对啊。谢老师，
加肉吧。哎呀，是啊，来吧，加肉吧。对，来吧。来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这是你爸给我们的免费券，四个人200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我们还有。我怎么没听说免费券的事儿啊？耶，这个老赖还真是赖啊，这不是骗我们吗？就是啊。哦，有可能是我爸忙，忘了告诉我了。没关系啊，四位阿姨，楼上包间请，今儿全免费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了。走。哦，这个地方不错耶。啊，小子。哦。哟，赖师傅，谢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，看看，搞得很气派嘛，啊？随便搞搞。啊，这么多品种啊！嗨，可惜没有林伯的那个味道。为什么呀？人家那做了几十年的味道了，我没有那功夫。哦，知道差距，就能进步，啊？酸菜，海鲜的，好。给我来个酸菜的，我换换口味。谢老师，你呢？酸菜的我不行。要不，给我来份海鲜的吧。你们真的要吃酸菜海鲜吗？啊？啊？怎么，不卖？卖，肯定卖。那您坐，稍等稍等。好。哎，那个谢爷。我这儿没有您平时专门用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样的，啊。好嘞，那您稍等。哎哎，谢老师，他不是一直去物业告状吗？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自从你爸帮谢老师把他那条狗救回来呀，哼，他们俩的关系就不断的升温了。现在我们跳舞啊，你爸都不让我们开高声，说是怕吵着人家谢老师。对了，就是听说那晚谢老师家的水管爆裂，都是你爸亲自去搞定的。嗯。不错，得到了老林9分真传啊。那还是差了一分。人跟人哪有一模一样的呢？差那一分。恰恰就是自己的特点。哎，孩子，谢老师啊是教授，啊说起话来高深莫测。你看，你给孩子都说懵了。我给你加以解释一下啊，我呀开了一辈子的餐饮，啊，我送你一句话。一样的食材，不管怎么变，核心不能变。就拿我那火锅店来说吧，有那么多底料，红油和高汤永远是根本。明白了。明白就好。等你老味儿的鸭血汤开始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来。我也来。行。来说，谢爷。今天是林伯让你们来的吧？哎，他看好你了，这么多年，把一身的手艺只传给了你，你得好好干。等他不开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老伙计，还指望在你这儿喝口汤呢。一定。好好干啊！对了，他嘴上不承认，心里已经认你这个徒弟了。下回见着他，把称呼改一改。嗯。哎，叔叔阿姨，跟我走了。啊。下午中午呢，来品尝一下南京。到了，到了啊！哎，行了，你忙吧，我们走了。行，你们慢走啊。好嘞。我们来到吃饭的地方了，来进来进来，往里面走。
哎呀，我操！快接待客人去吧。哎，自己找座位啊。这边，哎，赶紧坐。往里面坐，往里面坐，自己找座位啊。这是老年人常见的退行性病变，还没到病理性改变的程度。这次执行发作啊，是情绪导致的，所以一定要保持心情的舒畅。明白，就是心情好，百病消。只要玩高兴了，尿就通畅了。老同志挺幽默啊。不过药要坚持吃，还要定期来复查。哎，去吧。哎，老年常见病。老李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就干上了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家里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这办完挺顺利的，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，谢谢啊。哎，啊对，嗯，哎，钥匙给你。哎，开门。累了吧？嗯啊，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去了你就知道。满那煮鸭子。我知道，煮熟的鸭子它飞不了，不是还得煮三个小时呢吗？先在那儿煮着，好吗？嗯，包不大。水东里，老大夫舍一千圈黑。我想问你啊，拿不拿我赖东来当朋友啊？亲爱的，咱这也20多年了，喝白开水也喝出交情来了，没把你当朋友，我能跟着你到这儿来吃饭啊？好听。这一个是追查与用他细胞美。老林呐，你这个人啊，优点就是太热情。我第一次见到你啊，哎呀，你把那手指甲剪的啊是干干净净，指甲缝里头清洁得很，我就知道。今天唱得好哎，嗯，好听，嗯嗯。老林呐，家里的汤锅还要干锅了。用嘴塞。师傅，这车还得多久能修好啊？这车零件都找不到了，你还是换个新的吧。三哥俩欺负啥？不，鸭子应该是熟了，我喝碗汤。喝汤，喝吧。好。哎。来了，汤好了，哥们。哎，老李，坐下坐下。哎，小门，坐下坐下。
老林呐、也许有些事情我不该问，可是不问呢，我又觉得憋得慌。你别再骗我了，我去医院看病，看见你了。说吧，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别老拿回家等借口。没事，没事，你还是。你看我把事情都挑明了，你还不说，啊？你说有些事情，多一个朋友商量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们这些朋友都是热心人，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。哎呀，你还是没把我当朋友啊！啊，朋友是干什么的？朋友就是用来相互添麻烦的呀。老赖，有个事儿你们不知道，老家那边我有一个孩子。你还有个孩子？从村有一个年轻夫妻，我们还是朋友，有一回啊，说上车祸。没了，留下一孩子，怎么办呀？我说那先抱回来吧。抱回家了，才发现这孩子是个脑瘫，好可怜。我家那口子呢，走得也早，也没给我留下后，所以啊，我就把这个小脑瘫呀、啊。受不了了，老林呐、啊，年龄大了，可不能挑这么重的担子，是吧？这样，我帮你联系个福利院，你看怎么样？这孩子，我都养七年。你像那谢老师，他养一小狗，也感情都挺深的了哈。何况一孩子，老林啊，孩子越来越大，你越来越老，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想过？咋过都能过。那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也是个孤儿，我就是我们家老爷子在路边捡的一个孤儿，但是老爷子和他们全家都把我当自己的亲孩子一样。我们家老爷子开始先在国营饭店当厨师，那手艺挺好的，远近闻名啊。后头赶上改革开放，下海了，搞了这么一个小店，鸭血汤店，起名叫德兴楼。好些人还问他，万一有这么好的手艺，你不干点别的呀？老爷子就说呢，嫌麻烦。什么嫌麻烦？为了我笨啊，我从小是个笨孩子，学什么什么都不会，都不行。哎，就是鸭血汤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缘分。他一叫我就会。他说呀，今后啊，
就这么做吧，然后也能有好日子过。老爷呢，对我影响挺大的，所以呢，现在老爷子怎么对我的，我就应该怎么对这个小可怜。我说你怎么找不到房子？钱都花在孩子身上。钱，老爷子留下的。过几天没了，那等于都用在那小可怜身上。我想老爷子在天之灵也会同意的。理发老李给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啊，你就是把那个店再开起来，还能开几年？关键是把手艺传下去。我选了传下去，我选小夏了。那天啊，我跟谢老师去了。小夏那店开的有模有样的了。这样今后我走了，你们也有一个喝鸭血汤的地儿了。我说完了，该你说了。吓我一跳，我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为什么老玩那个吃吃饭什么的？你也可以啊，说说谢老师。他人挺好的。是。你看啊，你们俩一文一武，一静一动，不是，你告诉我们就是谈得来，哎，谈得来。给我这事儿啊，走的时候啊，给谢老师带一碗鸭血汤回去。谢老师。那个老林回来了，这是他让我给你带的鸭血粉丝汤。哎，谢谢林老板，也谢谢您。哎，谢老师，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顿饭吧。我晚上不吃晚饭的。哎呦，那对身体不好啊。你一个人呢在家也是凑合，我呢一个人也不好做，如果您肯赏光的话。那好吧。好的好的，那这样，我去准备一下食材，啊，传菜。谢老师，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啊。好吃好吃，我这个晚上都不吃饭的人吃了一大碗。喜欢吃就好。谢谢。改天我再给你露两手。我看您那儿有好几个蛐蛐罐，都是有年头的，我就绣了几个小罐套。哎呦，太好了，谢老师，喜欢喜欢，非常好。我一直想弄这个，弄不到。哎，太感谢了。好，谢老师，您先请到那边喝茶。不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哎，你先别急，我还有两件事要请教你啊。来，哦，你喝茶。是这样，您看看这个。你又迷上这个了？哎呀，哪里呀，谢老师啊，
呀，不是的呀，我烦都要烦死了，我就是想请您呐，给说一说，看一看，这是艺术吗？这是人体彩绘，是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艺术形式。但是我总觉得在人身上，男男女女，怎么有点像耍流氓呢？赖先生，你也是热爱艺术之人，嗯，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我是觉得这样啊，谢老师，在人身上画这些妖魔鬼怪，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艺术啊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这都是我闺女画的，她那天说我不懂她，我是想请您帮我看一看，我真的是不懂她吗？您觉得您父亲懂您吗？哦，我知道您说的意思，但我那是高雅艺术哎。你怎么知道十几年之后，您女儿喜欢的这个人体彩绘，就不被视为高雅艺术呢？我虽然也不是很懂啊，但是我通过她的作品，我感觉到她特别热爱这个。哎，亚楠楠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夏。不早了。我该走了，啊，再坐会儿吧。谢谢您的晚餐。啊，我送送你。谢谢你，谢老师啊。干什么去？回店里。这么晚了，别去了。那是我妈的心血，有些人不管，我得管。我肚子疼得厉害，要去趟医院啊！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去，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，我去叫个车啊！啊！谢谢你啊！哎呀！要结石，做个小手术，两天就好。你放心吧，不客气。
谢谢您。我真不知道他得这样的病，他也从来都没输过。这不能怪你，他得了这个病，怎么好意思跟女儿说呢？还是我对他关心不够。你的彩绘画得不错，你怎么看见了？你爸爸给我看的画册，他说什么了？他问我这是不是艺术，我说是。他可不这么认为，但是他很爱你，他很爱你，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，你记住哈。你进去看看他吧，我走了。林伯，以后您这菜我拐个弯就给您送过去了，这么大老远又下这么大雨，您就别跑了，陪我吧。全凭本分，勤奋人员，该来的总会来的。这鸡汤怎么弄出一股板蓝根的味道呀、啊？什么板蓝根啊？这是金银花，我在网上特意查的，清火，专门对你的症。快喝。哎呀，我觉得还不如搞上一碗鸭血粉丝汤。那东西也清火的呀，鸭血粉丝汤等你好了以后自己去喝多好呀，现在就喝这个，快点喝，听话。哎，对了，亚楠啊，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不喝这碗鸭血粉丝汤不行啊。你是这样啊，你觉得我们店的那个李博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
你问他干什么？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想把我们店的股份给他一点，让他来经营咱们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爸老了，干不动了，也想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是这个店啊，是你妈和我几十年的心血，把它盘出去呢，我又有些舍不得。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可行的呀。哎呀，挺好的，现在不是实行那叫什么职业经理人啊？哎呦，爸，咱家那屁大点的火锅店还至于找个职业经理人啊？你这样吧，以后我不跟你换岗了，好不好？你除了不许做危险的事儿，其他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我也不能再耽误你了。我觉得我真的不能像你爷爷那样。我做的事在你眼里不一直都是耍流氓吗？嗯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。哎呀，怪不好意思的，我误解你了。人家谢老师说了，这也是一门艺术。哎，谢老师说这是艺术，他就是艺术了。你怎么那么听他话？嗯，你不知道哎，谢老师人家是大学的教授，比我懂得多呀。是吗？啊，没有点别的意思？你搞什么嘛？你不要瞎想，你我跟你说的事情你要想一想，考虑考虑。林伯，您来了。叫幸福，回答此时此刻喝了这碗鸭血汤让我感觉到很幸福。饭钱我不付了。嗯，就买这个牛粪。你这是什么呀？这里边装的是货物宽产六项的第六项，感恩。妹妹，师傅。哎。
记住师傅的话，该是你的，一分不能少；不该是你的，一分咱也不能要。就这么做吧，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好。亚兰姐，你们放心，这个店我一定精心管理，保证钱赚多多。好啊，不过呀，赚的少你就分的少。哎，是您教诲的是。嗯，行了，没事，赶紧进去忙吧。哎，啊，好嘞。嗯。我这个心情哦，安逸得很呐。哎呀，我也是啊，咱俩以后终于不用吵架了。你说以前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？以前啊，咱俩都互相看不上对方，没把心思放在这儿。哼，主要是你看不上我呀，觉得我人老梦烂。哎，不是，你总说我耍流氓好不好呀？那我们不要再吵了，啊！不过有一件事情啊，你还真的要抓紧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找个男朋友啊。爸，这事儿就算您不说，我也会抓紧的，免得我落您后头。哎呦！你说什么呀？啊，人家谢老师是大学教授，怎么能看上我一个开火锅店的呢？我可没说是谢老师啊，紧张什么呀？哦，你回家。多大了？还要抱抱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要林，对了，他那孩子手术以后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个孩子咱们没帮上，那个孩子那一定得帮忙。你是说小夏？是。我看小夏生意上没起色，你是不是能再做一场直播？为小夏好掉。哎，这能真帮到他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赖东来，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直播的内容没有别的，就是想和大家讲述一个金陵鸭血粉丝汤的故事。哎，这就那老头说的地儿吧？啊，几位吃饭吗？对对对，吃饭。那边请，那边请。哎，好。哎。哟，两位吃饭吗？啊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那边坐，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哎呦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来这边这边这边。啊，就你一个人，忙得过来吗？我还有个朋友，今天没在。哎，那我估计你得招人啊，昨天晚上。
一老网红，还给你带货了。是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人家特意讲了一个关于金陵鸭血粉丝的师徒故事，太感人了，特意提到了你这个地儿。今天还是老三去，也坐他。林老板，我在您这儿吃了有几十年了，从来还没有用过您家的碗筷呢。今天就用一次吧。我的这套餐具留给您，做个纪念。谢老师，我会好好珍藏。本月31号，是我呀和德兴楼正式告别的日子。我想请你们二位知己来一下呀。一定的好，一定的好。谢谢。坐，忙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啊？前两天啊，去过车瘾，撞树上了。不是，你这个技术是这样的，怎么？技术管什么用啊？到了这个年龄啊。技术都没用了，来来来，这给你，啊。老邱，月底啊，这儿我就关门了，我可做不成你的推销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推销员？不是，我在你眼里就是个推销员啊？哎，我邱德高什么人？你打开看看，来来来，打开看。这，怎么样？好吧。好东西。我啊，专门托人从江西给带过来的。可惜啊，赶不上你用了，留着纪念。江西弄来的，这是你好东西，是好东西，谢谢。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，对了，怎么了？这，哎，拿着，邱德高啊，不赖账，啊，拿着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事儿。千万别对外人说，丢人。你最后一天啊，我肯定来。好，回见啊。哎，哎哎哎。
小玉，回来吧。林老弟，林老弟，来来来来来。回来。我说您怎么看看？哎，你别忙活，别忙活，我今天不是来喝汤的。来，你来看看这个，啊，看看。非一般的同志很兴奋，大家都说，哎，这个鸭血汤啊，是最能代表金陵饮食文化的东西了。那，这是申报表，看到了吧？拿好了啊，抽空啊，你过去跟他们谈一谈，啊。真的？啊。来来，你看一看啊，这后边呢，有大红印章盖的，真的。来。收好。怎么了，林老弟？傻了？哎呀，林老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那，那，哎呀，不用，不用啊。那是申报传承人。还能不能再加一个人？加一个人？小夏吧。可以。你呢？填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申报人这个数字上，您就要填两个人了，一个是你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小夏。夏小鲁。纪律性，革命无不生哎！你看把你给神气的，就是。哎呀，穿上这身衣服啊，就是要神气，因为我觉得很贵气嘛，对吧？要记住了啊，我们这一次参加的是区里的迎国庆会，一定会有好多贵宾的，啊，我们不但要体现出舞台上的风采，更要展现出舞台下的风范啊！你放心好了，必须的，必须的。哎呀，谢老师怎么还没有来呀？啊？我们一定是第一了。留出一首赞歌，我歌唱。
这城市已经高楼林立，老街苍老在暮色里，那秦淮河畔住满了一幕幕光景，手风琴在演奏着曾经，回过头眼睛忙碌人群，这一生恍然如幻影，老街仿佛任何时刻拥挤的回忆，氤氲尘晚中一缕香气，触摸着城市的烟火，找寻着丢失的欢乐，浮生如梦过，为欢有几何，总要到历经沧桑才能懂得，笑点泪两着未眠的灯火，倒杯酒故事听我慢慢说。是为说你金陵呢是我们几代人共同创造的家园，而这座城市吃美食可以说是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历史书啊。同样呢，金陵也是我们共同关心和着重建设的这么一块风水宝地，所谓民以食为天，而今天呢每个百姓发现吃饱了吗？吃好了吗？你看看，就没有那么的新鲜。今年是我们实现全面小康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一年，绝
全民奔小康，是咱们党和政府跟老百姓的一个约定。师傅，打烊了。天天人天回吧，孩子，那我走了，师父。你可真费劲啊！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。风帆，同舟路上有暴雨狂澜。
前行，撞击随处一朵朵绚烂，如巨闪电驱散迷雾，投入无尽蔚蓝。巨轮引起航，驶向千年万年之外，天涯沧海，每朵浪花都一样澎湃。雨已倾盆，星光和海鸥一样自在，乘风是浪，奔向无尽的未来。海风追海浪，青春逐梦想，翻越山川，起伏跌宕，心更有力，更坚强。涓流汇成海，飓风掀起浪，每一双手逐舟的辉煌，那是光荣与梦的骄傲。掀起浪，每一双手